Hello，全球的华人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武汉爱乐乐团音乐总监、首席指挥，中国武汉国际钢琴节音乐总监，全球杰出华人艺术家、艺术总监 James Liu here。借此机会呢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亚洲爱乐乐团团长黄丽杰。在此新春到来之际，祝愿海外华人华侨和孩子们新春快乐，祝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晚圆满成功。美国的华侨华人同胞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毅。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送上给大家的美好祝愿，祝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晚会获得圆满成功，也祝福你们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海外的华人同胞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音乐人包胡尔查，在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祝愿首届全美青少年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，同时也祝愿我们的海外的朋友们、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美好快乐的春节。